家好，给大家带来一个简单十九步业务，你怎么说？好，请看背面动作分解。我们先起左脚，三个奔跑，右脚两个前点，换脚，左脚两个前点，然后往左边点四下，好，再加三个奔跑，然后再三个小背部，摔腿转圈落下 ，OK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、十九。